学没有对他很好，有吧，可是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会跑回去跟他讲吗？说哎，我刚刚那个不会。不会啊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当你的另外一半要有很大的包容力，还有要对你的工作你的身份有一个很大的了解。其实我宁愿不要去想这些东西，就让它自然。对，然后还是忠于自己。对对对，就是可以就继续，不行就这样。跟很要好的伴侣去旅行，会不会去外国旅行会不会很容易吵架？不会。不会因为一直相处在一起结果就吵架？旅游不会。什么会？可能太常碰面或者太久没有碰面都会。真的耶。我觉得你好辛苦哦。然后你会道歉吗？吵架的话会。真的啊？是会。你会先开口？就如果是我的错，我会说对不起。哇，不错。你刚刚问他幸福的时候，我其实有点困惑，因为人很难想象最幸福是什么事吧。会吗？就对我来讲我完全很清楚。什么？就只要去看电影。给你钱吗？不是，看电影然后一起吃甜爆米花，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可是那是一件，就生活中的一件。对，可是那个对我来讲，我已经会从那件事情得到很大的满足。万一电影烂了，当然也是，那就手可以摸来摸去。手可以摸来摸去。这样我电影根本不重要嘛？就两个人在黑暗中为所欲为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刚才你讲幸福，我会想到，因为我以前男朋友是，那个骑摩托车。OK， 然后有一次我就骑重型的那种，重型的那种。然后有一次我就，坐在后面，然后骑从新加坡的西边到东边，所以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吧。然后我下来的时候他就大笑，因为我嘴巴都是黑的，因为那个空气啊太脏了，然后都是黑的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就干嘛骑摩托车？可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是一件，就觉得哎，我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再骑摩托车。对啊。你这乌鸦嘴怎么不接受？会世事难料。所以你现在还会想象说如果结婚的话婚礼要长成什么样子吗？其实婚礼我都希望比较安静一点，然后从来都没有想要那种哇，我户外的，觉得这种比较没有意义。对不起。okay. 虽然很可能会有一个是很想跟你祝福你的人，可是你没有很熟的人，可是他们还想跟你祝福的人，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办。可是真正的你知道家里跟最好的朋友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，而且是最重要的。真的吗？你也这样想？我也这样觉得啊。可是好多女生都向往好豪华的婚礼，或者是不是当明星其实就已经经历过很多打扮得很漂亮的时候，不就觉得结婚婚纱也穿了好多次啦，一两次。 OK。 哎，对，他我觉得孙燕姿广告超多的耶。对啊，就是你真的常常拍广告耶。偶尔啦。没有，电视上面一年偶尔这个一年大概有三四次啊。只有三四个吗？对啊，只是因为他拍的广告都打得很凶。对，最近那个马铃薯片的那个也很多啊，就发射飞镖那个。对，如果是那个魔术胸罩，你愿意拍吗？不适合。他拍两亿，两亿我就拍啊。我就拍，对，我拍完我就走了啊，我也不用说还要辛苦工作。对啊，孙燕姿如果成功，那个魔术胸罩一定很魔术的。对啊。两亿也很值得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他刚刚说如果是他的好朋友，做过伤心的让他伤心的事是如果背叛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被好朋友背叛过。所谓的背叛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不是背叛，因为就是可能有同时喜欢一个人。可是因为我不是那种会去讲说其实我也很喜欢他。我不会追问细节，可是发生过吗？什么这件事情？有啊有啊，发生过。OK， 所以你后来就失去那个朋友。也没有失去，就是还是有联络，但是心里面会就自然而然跟他好像隔着一道墙。要是我会耶，
如果我那个朋友明明知道我喜欢，可能他没有很清楚的知道，因为我也没有讲过。嗯，所以我觉得还好啦。到现在他还不知道。那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吗？有，可是后来又分了，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好无聊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孙燕姿没有花无百日红嘛。小 S 有抢过你男人吗？没有啊。那范晓萱？可是之前我暗恋的一个三年的男生，他最后喜欢上西元，哎，两年了。结果呢？结果就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。徐熙媛知道这件事吗？他好像也知道，可是就是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。对朋友来，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不会怎么样，可是看到那个男生，心里面还是会觉得难过。燕姿，你今天说你不要，你不一定要结婚，可是不表示可以不要爱情，对不对？哦，爱情是重要，当然很重要啊，只是不一定要结婚。嗯，所以你有碰到一个对的人，然后他说我们这辈子都不要结婚也可以。我觉得其实对的人很容易就会结婚了。嗯、对，所以就结婚是像最近那个西利要结婚嘛，就好多人问我说，哎，阿雅你怎么还不结婚？我说他也是遇到对的人才顺其自然结婚，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。那你现在还是要六个小孩吗？最近觉得生小孩好痛。最近，而且你个子这么小，声一定对对对啊，很辛苦。不要把手表拿去，人还忍不住这样子。可以领养也不错，领养也不错。哎，我听说你想要去演那个周星驰的电影，看缘分，是看缘分。但如果在电影当中，他要叫你做很丑很丑的表情，我只是怕我没有我不是不要，是没有那个能力，就是哎，已经觉得很丑了，可是他觉得还不够。你现在可不可以就是现场做一个你觉得最丑的鬼脸？我跟你，你上次跟我比过，你赢了，我跟你比过，对，还有你去陪人家，你叫你怎么可以叫人家做鬼脸？好了，来，我喜欢吃饭的，只有你一个人扮鬼脸，而且他上次扮那个好丑、啊，他刚刚那个也很丑啊，没有，他有一个是不懂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你今天有帮你弄吗？我不要，我觉得太 over 了。那我今天往后拉就好了。不要很用力，还是你要我边拉你边唱《完美的一天》。你把那好像丝袜套在头上去抢银行的人。对对对对，好了，希望你新专辑成功，还有感情生活会幸福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